刘大姐介绍，当时对方把自己拉进了 QQ 群，QQ 群的名字叫“得物七”，群里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群主向前看，另一个就是刘大姐，她的 QQ 名叫“沧海一粟”。叫我下载一个什么“得物”这个软件，嗯，“得物”软件，他在里面叫我有加一个店铺点赞关注就给我五块钱，那么我就得了这五块钱。然后他问我要不要长期做，我说那可以。他又叫我加一个群，叫做“融创”这个软件。 聊天记录显示，当时群主向前看，让刘大姐把收款码发过去，说要给她发钱。刘大姐收到钱后感叹：“这么简单啊！”对方又发来融创 APP 的安装包，装好后，对方派发任务，给所谓的慈善机构账号捐款，向哪个银行打五十块钱，他会返六十五块给你，这个也是任务。那我也照做了，也确实返了六十五给我。后来他再叫一个人行账号打一百块钱，返一百二十五，也做了。嗯 记者点开这个融创 A P P，跳出一则防被骗提示，内容是：最近有人冒充资金出款员、福利专员等，如有人添加，请及时联系你的接待员、导师确认。把公告关闭后，可以看到好几个群，包括德物国际领取工资认证群、德物国际 V I P 学员任务群、德物国际内部学员福利派单群等。 刘大姐介绍，自己加入了其中一个群，在一位金牌导师的指导下做所谓“买单”的任务，也就是把钱打到指定的银行账户，对方会返点。他就是这一单，你要存了第二单的钱，这一单才能取取出来。啊那这个第一个是一千一百八十八，是不是？第二个他就要五千多了。我这五千多全部进去，这一千一百八拿不出来，我就，我我就想想这个，他以前都给我了，我想是不是都会给我，就存了五千八百八十八去了。那一千一百八他马上又返给我了。 他说你做再做一单就完成任务了，再做一单就是一万多了嘛我自己一万多存进去，他那五千八百八才给我。我要是不存，他五千八也不给我、嗯。记者注意到，在刘大姐参加的这个买单群里，一共有五个人在聊天。当时刘大姐在群里说自己搞钱去了，家里人都说是骗局，不肯打钱。群里还有人回复：“谁让你实话实说的？”然后我又存了一万多，他五千八给我了。他说还要做一单，还要做一单是两万八千、两万八、两万九千八的样子吧。嗯。 嗯，那我存进去之后，他说还要存五万，那我肯定就不存了啦，我也没这么多钱，我哪有还有五万呢？我说我一点钱都没有了。你而且我说一开始就问过你们了，你们说做完第三单就绝对没有了，你们又说还要做一单，然后他们说你滚吧。刘大姐说自己没有那么多钱，就没有继续买单。记者注意到，当时群里的金牌导师说，现在开始买入单大。 二百六十三期共买入总金额三万零三百八十四元，确认买入无误，请回复一。除了刘大姐外，其余三个人都回复了一。最后金牌导师说：“恭喜大家完成任务，你们的本佣金共得到九万五千八百九十八，现在去兑换吧。” 到账之后晒图就可以退出本群了。群里有一个人还在对刘大姐骂骂咧咧的。之后那三个人都表示到账了，然而并没有晒图。那你被他们弄了多少钱呢？就三万，就最后一单三万两万八千两万九千八吧。前面那个东西得了多少？那给几十块钱，一百多块钱呀、啊。 在女儿的提醒下，刘大姐知道自己上当了，再去找那位带自己赚钱的 QQ 群主向前看，说都是骗人的。对方只回复了一个字，之后就再也不理她了。目前，刘大姐已经到杭州九堡派出所报了警。幺八幺八黄金眼记者报道。